咱不钱啊？啊？哦，想让像一个反作用力这样站起来，但是我们基本上不能叫反作用力啊，还是不容易哈、啊。好，来两个人靠拢，两个人靠拢，脚尖碰在一起，脚尖碰在一起，啊，来，我们袖子拉一下，来，啊，我们抓手腕的地方，啊，刚刚不能戴手表，就是有时候今天活动会抓手腕，啊，来，手腕互抓，手腕互抓，互抓，不能松开啊。好，脚底板着地啊，脚尖碰着，好，想办法一起站起来。哎呦，哎呦，来，再看一个人吗？来，再看一个人，再看一个人，我怎么不能抓到你们人？我怎么不能抓到你们人？不能拉到同一个人哦，想办法站起来哦。脚弯曲，膝盖着地。来，赶快加油哦！啊，你们过去一点好吗？你们过去一点，那边空间比较大。手不要放开。啊。耶！哇，让你手要抓得更紧。耶！
试的，可以踩哦，可以踩试试看哦。你要踩试，要踩，旁边人帮忙要踩的可以试试的踩一下。好吧，可以踩一下，踩啥？他当然不需要踩哦。不要。他不需要踩。他手抓的很紧，来。你在看谁吗？你在看他在练习吗？哦，哎呦呦！你已经第三啊，要转了。我已经第三。教练，你有动？哎，我还要。好，对吧？所以我觉得这是更简单。我们这边活动至少是确保在下面大家。那你们要加班。然后我可以啊，他在现在试着，他不敢放啊。你看他最后，看他最后怎么放。他不敢放啊。然后不能放下，因为他不敢放。笑啦。他放，他觉得他放开的话就掉下来了，是不是？你看他会不会？看他会不会？他放开他紧张就能动，对不对？他怕放开就掉下来。自己看天空就好了。好，两只手一起搁。那你就再下来。下不来的哦。你看看，他这样脚离开了哈，手还一只手还不敢放开哦，你看看。对啊，放开下来一点点吧，就对了。哦，好不容易才上手。了解吗？这个都是。你过来了。不要急着急，这个不要急着急，开始。不要急着急，加油！不要急着急，加油！好。不要跟我说，要跟同学说啊！同学听得懂最重要啊！真的，台湾不住，要实际示范，实际示范，不要开了，就是他脚要踩在我们两个的手上，然后我们就往上撑，然后我们三个就会对，就会扶着他。还有没有要说的？没有。来这边有没有问题要问的？实际示范，不要好，来先给他们掌声。你看到谁举手了？有没有靠拢？有没有靠拢？头巾。说到做到，靠近一点。开始啦！说到啊，来啊！等等等等，你有听到请开始吗？请开始。好不好？我还帮你介绍屁股。不是，手举起来啊！上去上去，不是前滚翻哦，要脱鞋子，不要脱鞋子了。好，掌声。好，来，计时暂停。来，喜悦。要脱鞋子吗？不要。喜悦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，刚刚的过程当中，因为你现在全班第一个有经验的人嘛，你认为有什么事情要提醒后面的人爬会比较好爬？穿鞋爬。穿鞋爬 ，OK， 第一个。还有呢？还有什么事情要提醒大家的？不要踏我的脚。你再说一次。踩了，一只脚多一双手。等一下，我也不要。推脚底，推脚底。小声点。推脚底啊！你拿另外一只手，我只碰到他中指还是什么？完全没，我完全拉不动。两个不够就四个。你要等一下，来，出发了，大家，出发了，后面的。呀，你脚还短的吧？好，脚顶上去，脚等他站直再往上。我提了，站直，站直，脚双直。抬脚，抬脚，抬脚底，抬脚底。抬脚，抬脚，抬脚，脚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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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一脚弯，啊！高师傅，来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，挥手，挥手。
啊，他全场太夸张了，奶包你的，好脏啊！手底下没人在呢，脏啊你！你要把所有人肩膀爆，哦，要脏啊！踩我肩膀哎！哦，来，最后一个，我们先走女生，来，好，那就我们，好，来。踩好了用，脚站直，来，旁边人的肩膀，哎，站过来，旁边有个人，你扶一下啦，这边有肩膀可以扶，哎，我肩膀，没事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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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旁边不够高，就找高的进去拉扶肩膀啊！王喜悦，我扶他，兄弟在后面啊！那你们怎样？你怎么会用？你脚踩好，不要用跳的，不要用跳的，脚踩好，脚踩好，真的吗？不要跳，不要跳，不要跳，真的吗？脚伸直，脚伸直，还没过，不要踢墙，还没过，去勾三，脚勾上来，来给他进一场，来，你脚要弯呐，好力气都想要自己上来啊，加力，你们你们扶我，看得出来，哥俩肥肉坦克，有位第一叫啥名？肥肉坦克，快点！抓手，抓手，抓手！抓好，抓紧！加力，加力！还没过，三十，还没过，轮到掉哦，还没过好了，小兄弟，兄弟。我的手，我的手，来来来，张姐，张姐，好的好的，放奶吗？放奶吗？将脚底上面伸脚底，脚底前动，上面伸脚底，脚底脚底脚底。我觉得很滑，对不对？那你后来怎么上去的？还差，你就知道。人家抢上去的，一直踢人家脚，手，所以有人帮你才上得去嘛？对的。你有没有印象谁帮了你？就你有印象的，陈轩宇上轮椅，还有那个王喜悦，还有这个，啊谁？这个，他们做了什么？啊，就可以当脚踏垫呐。啊，他们做什么？他们做什么？我爬上去啊，爬上去啊，还是什么东西？好，所以很难的事情，如果有人帮忙，你还是做得到，对不对？好，来给他掌声。好，最后一个女同学。一个，但是握手的时候，不要只有这样握，不要只有这样握。好，你们刚刚其实把命交给你们同学，你们知道吗？所以请你们等一下握的时候要像这个样子。好，如果都是男生或者都是女生，你表情好，我喜欢。你们如果彼此都愿意的话，可以撞一下。OK OK， 好来，下次再玩高空。OK， 好来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